如梦，无凭戏终身一场空。一拂愁面带笑容，气势如龙，一出手气贯苍穹。若不为是非恩仇血染长空，谁不言侠义称雄。望断天涯情仇爱恨，一剑正高下，风雨中潇洒。我与谁戎马，竹浪飞花，踏林笑舞黄沙。云霄雨霁也许中华，四海一为家，终了无牵挂。九军孤战青丝成白发，与你对坐饮茶。区区控神术不足挂齿，你这个畜生，为了重生竟然诱骗那么多炼魂境弟子前来送死，如此惨无人道，今日我毁了你的血祭神鼎，让你慢慢等死。你究竟是何人，竟能认出血祭神鼎？不过你认出来又能如何，你应该知道血祭神鼎乃是神器，凭你区区炼魂境的蝼蚁也想毁掉？我昔日与混沌始源齐名，你再说说我能否毁了你的血祭神鼎？你是轮回万世的鸿蒙至尊？不错，可惜你现在无法离开血祭神鼎，杀不了我。至尊大人，只要您发誓不将小神的图谋外传，小神便任您离去，否则小神自毁血祭神鼎，跟您同归于尽。你应该清楚，神器毁灭的威力足以让方圆300万里的一切全都灰飞烟灭。血祭神鼎器灵已死，算不上真正的神器，自毁的威力最多摧毁方圆30万里。即便如此，你也绝不可能短时间内逃出这片范围。至尊大人，您别无选择。好，我发誓今日必定灭了你。我已经布下禁制阵纹，3个时辰后才会自毁，你就等着灰飞烟灭，休想在祸害天罚大陆。可恨，只差万年便可重生，今日却功亏一篑。鸿蒙至尊，只有3个时辰，你根本逃不出去，你一定会跟本神同归于尽。太爷，怎么回事？待会儿再说。诸位，3个时辰后，传承古井将会爆炸，赶紧逃，快！姐夫。究竟出什么事了？3个时辰后，诸神血河方圆30万里的地狱将会彻底毁灭，我们若没能逃出这片范围，必将尸骨无存。如此短的时间，我们如何逃到30万里以外？老袁，
把体型变到最大。是。诸位，抓紧时间，让老袁带我们逃出去。我们就能逃出去了，可惜没机会。谭言，能和你死在一起我已经很知足了，只可惜我没能和你拜堂成亲，没能给父皇报仇。我不会让你死的。老袁，停下，所有人都蹲在一起，快，全都闭上眼睛，没我的命令谁都不许睁开。老袁，交给你了，顶住！主人放心。诸位，可以睁眼了，已经安全了。太好了，我们活下来了。谭兄，方才你究竟施展了何等神通？莫非将我们从地上转移到空中就能幸免于难？并非如此，而是下面的荒原消失了。此等强度的毁灭力量，无论天上地下都逃不掉。万幸我们地处边缘，威力薄弱，我在祭出师父曾赐予我的一件防御法宝，这才逃过一劫。谭兄弟，你屡次救我和心仪，多谢救命大恩。多谢救命大恩。诸位不必客气，距离试炼结束还剩四个多月，我们要抓紧时间生擒汝烟尘，将其他人全部留在诸神战场。诸神战场有两座时空仙山，我们兵分两路，老袁带你们去西边那座，我独自前往北边那座。不行，你孤身一人，万一遇上有灵兽出阵的拓跋梦，你就危险了。谭兄弟，我有一策。请讲。现在距离试炼结束为时尚早，我们何不同行前往其中一座时空仙山，再让众人分散搜寻敌人，一旦发现他们的踪迹，就用我们符脉的万里传音符通知你。黄甫兄，此举我早就想过了，诸位若是散开，必定有人遭遇敌人而丧命，我不能让你们以身涉险。倘若真有人遭遇不测，他们就暴露了行踪，我们才有机会活捉汝烟尘，为其他弟子报仇。谭师兄，你甘愿独自冒险，我们也并非贪生怕死之徒，我同意黄甫师兄的策略。就依黄甫兄所言，我们先去西边的时空仙山。这可是你自己送死，本少主就惩死你。谭师兄，楚烟尘在东面二十里的丛林。少主，他就是冲我们来的，赶紧离开此地。好。今日灭宗，此一举终其命，大虚空藏。头饰解开封印，魔龙祸世，生灵涂炭，死战不退。杨戬，凭借外力凝聚的神妖也敢与我争斗，此仇我陈封必报。